位投资朋友，打给后，那很高兴又来到了这个周末啊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就像陈老师所讲的啊，基本上有时候你要失去点理性哦。所以我陈老师，我在电视上，我跟这两天都跟大家谈，技术分析很好，但是你可能会买不到标股哦。这个是我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哦，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谈说技术分析啊，或者是看基本面啊，有时候你看哎，这业绩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它可能已经对不对？哎，有时候你看业绩不见得好啊，可能一倍一倍的飙啊，只不过是一个题材。所以我陈老师，我常跟大家谈到，就是说技术面也是一样，因为它都比较理性啊，啊永远在那个区间在那边说三道四啊，哦，但是有时候股票啊买不太到标股。哦，我相信大概现在学技术分析的人也很多，的确遇到这问题。哦，尤其都是那种分析那种大牛股。那基本上来说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，其实有时候当大多头行情来的时候，因为现在说句实在话就是大多头。所以有时候大多头行情来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失去理性，你会赚得到很多很多。哦，要不然的话你买不到标股。你买不到标股，所以陈老师，我有时候常跟大家介绍很多股票，其实这些股票它都是怎么样？之前你都不太认同的，对不对？像这个东西，你看看我627要在介绍的时候，一个月前泰国第一塑道，陈老师啊，你每次都写这个长头丝，那每次都要把这边盖住，写这个长头丝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泰塑这股票，你看到今天创新高。对对，啊，散热模组很强，我这边里面哪有写任何一个字是散热模组？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看627号，重点是627号怎么样？根本就没有量嘛。你627号你哪有量？627号你看一天才800张。627号啊，你看这游标，你看游标在这边，一天才800张，涨到这样子，太弱。627号才800张。我这里面有跟你写任何一个什么散热啊，还是说它的什么基本面技术面嘛？我说泰国第一硕大无比，至少是这虾小，我才不爱虾这，以后你就知道一倍再一倍。你看这小股本，所以你是不是有时候要失去理性？所以有时候我陈老师当跟大家谈的时候，很多人说陈老师啊，我不爱买，我不爱买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我陈老师一直跟你谈，像我昨天我在节目上也有跟你谈过这个博磊。博大精深，累累大涨，你慢慢看嘛，齁，你慢慢看，昨天讲的嘛，哦，你慢慢看，哦，你慢慢看啊，你慢慢看就对了，哦，昨天讲的嘛，齁，昨天讲的，我陈老师跟你谈的东西你要注意，我每次都给你写长头诗，我一定有我的道理的，像这泰塑啊，我给你写在上面，你看看像这个，我也是给你写在上面啊，和和气气，苍苍旺旺，写在上面。7月13号，没人要啊，我都写在上面了，我都盖起来啊，得胜天下，胜利在望，没人要啊。光中之王胜战七月，你看7月3号写的光胜，我都写在上面，我都给你盖起来，没人要啊，没有人要，有没有？我昨天有给你写嘛，一样给你盖起来嘛，博大精深，累累大涨，没人要啊。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谈的有很多东西你都要放在心里面的。我陈老师我不是一个吝啬会跟大家谈股票的人，可是当你每次你卖了以后你没有买，我每次给你盖住给你藏头丝，你说陈老师啊，人家都不知道呢，你都有暗示，我当然有暗示啊，你说你有没有，你是在陈老师在扎小这边泰国第一硕大无比，我第一个讲的627号才800张啊，没有人要啊，到今天为止627号我都给你盖起来啊，长头227苍苍旺旺，陈老师啊，这个会涨吗？7月13号我都给你盖起来啊，盖起来，你等我打开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等我打开了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等我打开了就是这样子的啦，得胜天下给你盖起来啊，没有人要啊，4月25号等我打开了就上去了啦，一样啊，给你盖起来啊，7月3号光中之王胜战七月，不要啊，7月3号盖起来，你等我打开了就上去了、啊、你这说真的你等我这打开有意义吗？啊，你这个你说真的你这个你等我打开了，你等我把它打开了
四月二十五号没打开了，那郑老师我猜不到，我给你盖住就是要让你先，我要让你先有动作，我这个把你盖住我的时候是要让你，你等我打开了有意义吗？啊，你等我打开了，你等我打开了有意义吗？你等我打开了有意思了吗？所以我有时候我在给你盖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的用意，我是要让你先上车，你等我打开了，打开了，那你还搞什么？你知道我在盖住的时候，六二七号在盖住的时候，我让你看上面，为什么要让你看上面？我要让你盖住的时候，让你先动作。你等我打开了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有意思了吗？六二七号为什么要盖住？等你打开八百张的时候，我给你盖住。你等我打开了以后，有意思吗？我陈老师，我不是那种吝啬，每天你盖了，你也不知道哪一只，反正我今天之前每天都涨停板。你就永远看不到他明天讲哪一只，反正就是之前讲的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讲到天荒地老，讲到那一只没了，另外的再讲一只也你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那一只已经涨上去了。我不是这种人欸，我给你盖住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盖住？我让你先动作，等我打开了，各位投资朋友，那有意思吗？我给你，我上面给你藏头丝，我给你盖住，四月二十五号，等我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有意思吗？我上面你看我都给你藏头，是七月三号我给你盖住，上面都跟你讲，你等我打开了，你干嘛意思啊？盖住昨天跟你讲博大精深累累大涨，你等我打开了，各位有意思了吗？有意思吗？我陈老师今天给大家一只股票，我一样给你盖住，你礼拜一等着看，我今天一样给你盖住，你礼拜一给我等着看这一支股票。我今天给你盖住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让你看上面。你说你有没有关系，你慢慢有。这一支股票未来如果不是电子的第一名，雷霆万钧宝中之宝，等着看。包括 AI， 包括电动车最大最大的订单。我跟你讲，你等我打开了没有意思了。雷霆万钧宝中之宝，陈老师啊，我又博啊，又博啊呢，六一五五又五哦，史上最大、最成长、最大的订单，下星期最强的宝。我今天我给你盖住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给你盖住啊，我今天这边给你盖住啊，我让你看上面，雷霆万钧宝中之宝，未来电子的第一名。未来电子股的第一名，你等着看，陈老师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等我打开了哦，你这一张你等我打开了，就像这样子一样，没有意思了。我跟你讲的股票一定有 story 啊！你看你那时候我给你盖泰硕，你看陈老师我才不要，这个时候人家都在讲观光军工，你来个什么泰硕啊？你写的七校六二七号，谁要？你看你等我打开了。六二七号这边，你等我把这个东西把我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用追了啦。我为什么要给你盖住？我给你盖住是要让你先上车。你看看这个合昌，没人要啊，谁要这个东西啊？七月十三号我把你盖住，和和气气，昌昌旺旺。七月十三号在这里，你让我打开了啊，这个已经打开了，各位打开了，你怎么买啊？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我是我都跟你说这个，我都跟你说这个，给你盖住呢。你看看四月二十五号在这里，德胜那时候人家在买德伟，我说你要买德胜两百张没人要，我给你盖住，你等我打开了，已经这样子了，已经这样子。光胜七月三号我在这边给你盖住，我给你盖住，你等我打开了，已经上去了，七月三号在这里，一天才两百张。我今天周末送大家一只股票，我给你盖住。我跟你讲，你等到我礼拜一，我这个准备要讲一个礼拜。你等到我下个礼拜，我每天讲。你等我这个下礼拜一打开了以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下个礼拜未来电子股。我不是说第二名，我说第一名。我跟你讲，包括电动车，包括 AI， 史上最大的订单，我话就讲到这边。还有我之前一直跟你提到过，有一些股票，
你要给我放在心里面。我之前哦，我跟你讲的很多东西啊，你一定要很放在心里面就对了。这一只股票啊，我之前有跟你讲，先买先赢，意义大涨，3531这一只股票，这一只股票有可能会成为史上最强悍的标王先意。我这边给你写5倍再5倍，先意这一只股票3531。我陈老师讲你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你就听不懂的。还有我跟你讲过，今年下半年最强的兔子，今年下半年这一只兔子啊，合昌你没有买，泰硕你没有买，我在之前跟你讲泰硕乘以二加合昌，这一只股票未来绝对会吓死你，叫做异仓。今年最强的兔子，下半年最强的兔子，对，最仓旺，还不是合昌，还不是泰硕，这一只股票叫异仓356。我今天跟你说你不行，有一天啊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天啊，你就知道史上最强悍的标王啊，我这边可以敢跟你讲，我以前跟你谈到那银邦啊，没有人要啊，这以后你一定是买不到啊。会很可怕，1倍的10倍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1倍的10倍，这只股票未来先抑。我陈老师，我常跟大家讲，股票市场里面啊，当然每个人都想要买大型股，可是我今天跟你提到过，大型股法人在里面，自营商在里面，投信在里面，外资在里面，他们都为了要赚钱，而且他们的量那么大，我这样讲话你懂吗？你再会看技术分析，你早晚也会被这些法人啊捉弄在股掌之间啊。但是很多人他一直在研究技术分析，但是他买不到标股。我今天给你盖住哈，我今天这一只股票我给你盖住哈，我送给各位。今天这一份资料我送出去，另外，我陈老师要给大家一支非常重要的，这一支我从来没有讲过，王中之王，标中之标，我将送出一天，呛呛呛！各位，这一支股票我从来没有讲过，我这一支股票要留给想要来给我试牌的投资朋友，好，我这一支股票我要留给想要来跟我试牌的投资朋友，你今天你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东西了啦，你今天你不要再跟我谈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再想这个东西了，这都是我之前跟你讲过的，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了，你不用再追了。银邦也是一样啊，40块、30块叫你买，你不买，你今天一天到晚就在想着我可不可以买，你都不要再想这个了，你都不要再想这个了，我都给你长投资啊。我今天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不要再想了。我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一只股票，我要让你来试我。我从来没讲过，我要让你来 test 我。我要让你今天想要参加陈老师的会员，让你来 test 我这一只股票。我从来没讲过，我今天开放100名，你等一下打电话进来100名。我先把这一只股票先告诉你，我让你来 test 我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后就等着收钱。这一只股票啊，将送出一天，唯一的一天，这一只将震撼全市场。我在这边给你写呛呛呛呛呛，我从来没讲过的股票，我让你来 test 一天。这一只股票，我让你绝对躺着，躺着钱就进来了。你不来拿，各位投资朋友没机会了。我今天所讲的股票啦，我跟你讲，你都可以印证啦。我不是那种每天在那边涨停板的人啦，每天就光讲那一两只涨停板啊，你新的是有气无气啊？新的唔知啦，新的，我这都是印证，好不好？啊，都印证吧。都是低点吧，而且我都给你怎么样，都给你新的，好不好？都给你新的，
我哪会讲昨天以前每天涨停板，每天涨停板，我是飙王，每天涨停板，后面的不知道，不会吧？我都给你新的呢，我都直接长头丝，直接长头丝，直接长头丝，哎，我直接都长，我不是人家什么都不知道，哎，看你的生日几号来来跟我要资料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是那种人吧？然后今天以前的每天涨停板，我不是那种人吧？我这一支股票我让你 test， 我今天开放100个人，这个周末你网路也打来，我让你躺着收钱，我让你躺着收钱，我让你躺在那边做梦都可以收钱。今天这一支股票，我不要跟你讲未来事了，讲未来事没有任何意义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一支股票，不管你是网路在看的还是电视在看的，我告诉各位，未来三个月我只送出这个一支，三个月一次，三个月一次最强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些都算个屁，你相不相信？这些都算不了什么，都算个屁，算个屁，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。我今天我要给你的这个，绝对会震撼到不能震撼。我让你躺着，躺在床上，晚上睡觉都钱都在算。我没有把握是吧？好，我没有把握没关系。等你们这100名跟着我赚了钱以后，各位，你再来参加我的会员，我这样讲合理吧？我不要在那边跟你扯淡了啊！今天这些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我是飙王，涨停板啦、啊，涨停板东西，我不爱讲，我不爱讲黑了。啊，我的每天秀科技，我今天你高点哦，你看我搁赚啦，十点我搁考啥，十一点，你要直接讲明啊，在高点你做啥嘛？你还搞？无嘛，拢讲今仔日的嘛，我的口讯你无管我的赖，你任何一通赔1000万，你这不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吗？很夸张吧？我从来没讲过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啊都是我的囊中之物，我都讲长头丝啊，都不算什么，都不算什么。都不算什么，你也没买，你也卖了嘛，你也卖了啊，你都卖了嘛，你都卖了，你们都在买观光军工，都在买航运啊。各位，今天这一支股票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支股票啊，不只是 AI 的题材，不只是电动车的题材，将会撼动全市场。我今天陈老师告诉你哦，这100名，我准备让你们参加我的会员，我让你们先躺着收。先躺着收钱，收到你会费够了。我不是要收你那会费，我是要以后你们这100名始终跟着我。就只有今天100名，第八名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如果只会买台积电，你就不要来找我了。你如果你今天只会买大型股，你不要来找我，听得懂吗？不要找我了。哦，今天这100名，记住了。今天等一下电话，赶快把它打爆，整个让它满线。我再跟你讲哦，这个对我来讲都算个不算个什么东西啊。银邦30-40块叫你买，你买的吗？你今天每天一直在那边想买。今天这一支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不管你阿公阿妈阿祖嘛，赶快啦！你今天你卡里来就丢啊啦，卡里来，陈老师绝对带你大赚钱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支股票你若摕到吼，阿公阿妈拢未使讲哦，阿公阿妈哦，囡仔大细拢未使讲哦。你看这支股票，要买小型股，要失去理性的人来找我。你要每天在那边研究技术面，我跟你讲，你很难失去理性。你研究技术面的人，你买不到标股的啦。你永远在讲那种很大基的、大基的、大基的，嘿，有当时啊赚，有当时啊了，啊，到尾也是赚，也是了。你家己心内知影嘛？你股票你就是要买就标的嘛，你标你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400万，等你有500万的时阵，你就有机会变5000万了嘛。你每天你要买那大基的大基的，对不？等你生鸡卵的时阵，你已经老啊，你是咧技术分析，我哪会不知？今天这一支股票，各位王中之王，标中之标，今天送给各位，等一下把电话打到爆哦。今年只有一次 ，only one chance，only one opportunity，
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股票绝对比黄仁勋讲的更加强。你不信哦？100名，我陈老师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了。哦，你那边看那个辉煌财经台、三立财经台、民视财经台、东森财经台，哦，啊，你路边查，你路边来提这下啦。哦，啊，你嘛知影看那个节目到尾啊，结构是安怎啦？航运三雄拢买上观点嘛？这一支啊，送给大家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一亮灯，一进广告，马上动作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这份资料100名，你这个周末打来就对了，你网路也可以打进来。如果你未来有一天想要成为陈老师的会员，我说过，我让你这一股票躺在床上晚上睡觉都会笑啊！我讲你不相信啊，反正我跟你讲，我讲的话你就记住了，好不好？100名。我陈老师，我常跟你讲，每次我给你长头丝啊，6月27号，你等我打开了没意思啊，你等我怕鬼没意思，就是这样啦。你看6月7号有没有印证嘛？好，你这个都全市场人家盖的都不知道，我都给你长头丝耶，得胜天下，胜利在望，人家不知道是傻小耶，都让你看不看呢？反正今天你进前我是标王啦，明天在我不知道啦，快参加啦，看你的生日啦，几号啦，我不是在说的呢，我给你盖住，我都给你暗示哦。好，你帮我做成4月25号，人家在讲德伟，我讲德胜，上来就这样子，给你盖住，给你盖住啊！你也不用看了，给你盖住，给你盖住，就是要让你买的，上来了，给你盖住，盖住的时候你就要动作快了啊！你等到动作慢了，等我打开了，就这样子。我今天给你盖住。我礼拜一给你机会，你不要等我打开，等住，等下叫等住第一名吼，等住第一名，等住第一名吼，现在叫等住第一名。我今天我给你盖住，
我今天我给你盖住，我礼拜一给你机会，我礼拜一给你机会，比来有怎样？现在给我最大最大最 shock 的订单，最 shock 你怎样？震撼的订单，电动车跟 AI 啊，未来这一只宝啊，我告诉你，光宝科的100倍。我跟你讲，你看，还有我跟你讲的，哦，我今天跟你讲哦。真济物件袂使讲啦，啊是要怎讲？之前有一只先买先赢呐，对不对？发光发热叫先进光呐，这又先买先赢呐，意义大涨。好，我跟你讲的，今年最强的兔子，今年最强的熊熊的兔啊吼，今年熊熊的兔啊，今年陈老师给你盖住。我礼拜一给你机会，我讲得非常清楚，给你盖住。我礼拜一给你机会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